龟刚刚出跳没？嗯，再困嘞，晚安。嗯。咱两个人哦，交往也能五五入入，拢是我妈的关系。有时阵我咧想，不管我哪骨力，阿姨也是反对啊。所以你敢想要喊卡？这哪有可能？我哪想你就喊卡？你敢有可能去爱着我？我哪有去爱着你啊？这句话是你讲的，我敢有讲？你嘛知影是我讲的。所以宋丹青，你是不是欠我三个字啊？什么三个字？哦，丹青，好啊，你就继续安尼啊。我了这姿势哦，看你妈等来看到时阵啊，敢会生气？你敢？哎，哇，我当然嘛敢啊！啊，安怎别讲无？到底别讲无，别讲无，那么你妈快点收起哦，哈！我爱你。啊？你讲啥物？你讲我搞笑听哦？拜托一个，较有心意的，大声看我目睭讲。林子深，我爱你。梓潼今天对外公话了，是你好我为坟墓背出来，所以你是僵尸哦。你讲话也高感款，啊，不过梓潼意思是讲，是你好我的性命温大。我的珍藏，两位继续，晚安。没有。你敢真正无问题？你唔是一直讲我是网红直播主，啊，今仔日只是介绍简单的美食尔，是有啥问题啊？啊，子胜意思是，你拢这么久无开直播啊？今仔日头一次开直播，需要面对观众，你烦恼你会惊？安啦，无问题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准备开始。不用丢了，因为咱拢在家，随时当 cov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彤彤，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最适合夏天吃的藜麦沙拉套餐。虽然大家拢讲松笑讲菜好唔好食不要紧，啊，不过翕相一定爱好看。不过彤彤咧，直接给大家挂保证，这道料理一定是好食、好看、够营养。相片啊！啊啊啊！阿水，
卖乖掉。我手骨伤粗，无啥会去治疗啊。对啦，啊，开放以后唔捌坐啊，伊出差啦。对啦，妹妹啊，啊，等下再甲网友解释就好啦。好啦，阿奶我去洗手间，等下再重新连线。欢迎，刚咪想过无主人啊？想过多啊？哎，不要紧啦，我做事我咪安尼做啦。毕竟就唔知影这网友会讲虾米写虾米，那是想超过这个就直通，你就唔好啊。啊，万一佮问起相片的代志是要安怎啊？啊，留言拢看到啊，嘛无都偷偷删除啊。唔免偷偷来啦，咱就公民进来删除就好。只要无虾米证据，我直通看到，咱就较好来编理由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不然让妹妹放弃直播了。我先来给删留言。啊，对，删留言。梓潼今年还直播，他的状况应该受较好。我要以最爱吃的鲷鱼烧过来，让他知道妈妈也是很关心他的。哎，请问，这柜台哪会拢无人？哪呢？我要哪知影梓潼伫倒一间包厢啊？奇怪，拄只留言哪会拢无去啊？梓潼，真正是我囝连心呢，我等咧找你。我一定随你。梓潼，你莫安尼啦。你给妈妈一个关心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妈妈有带你最爱吃的鲷鱼烧过来，啊，这是哦，我排队排一点钟才买到的呢。我已经袂记得啦，你既然排这久哦，无你家己留来吃。无咯无咯，这是要买给你吃的啦，你吃看卖的嘛。无得卡，你吃完了哦，你会把所有的代志拢记起来。哎呦，坏了！你放手啦！我即马真好，我啥物拢无想要想起来，敢袂用诶？你若是阁如哦，廖凯欢迎你伫遐哦，我只好化一声，你都随来修理你。梓潼，你莫对妈妈遮尔啊做情好无？我只是想要让你欢喜啦。坏啦，放手！莫安尼啦，放手！莫安尼好啊！梓潼，你看，这真正。就是苗文的安排啦，啊！你的手机啊，带好，那伫个妈妈替你买的钓鱼烧的袋仔内底，无啥歹去。来，兄弟，这子孙，佮这只小狐狸精哪会做伙？提来了，嘿，我只是去好耍的，想要甲因开，佮你无地带。哪呢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伊两个人是啥物时阵变到这尼好诶？都甲你讲，甲你无地带啊！宋美华，恁家迄只小狐狸精甲我后生伫个海风餐厅约会，你是毋是应该过来，甲人带转去管教？是，我嘛从来唔捌反对你交过女朋友，啊，不过是宋丹青都袂用的。啊，不过一世人，我只有认你宋丹青一个。你是为了啥物？伊到底有啥物所在好诶？那有啥物？为啥物啦？当然是因为你伫咧你后生的心肝内。留下无法抹灭的创伤，是单纯个友好事。啊，叫你干那道理，你也想无？无你的代志，莫插嘴啦！只要你卡着单亲，就是我的代志啊！无唔对，
你若是卡着单亲哦，我嘛袂去定定。子深，子彤，恁两个拢是我怀胎十个月生下来的囡仔，你应该是跟我同心、跟我上亲的人，是安怎恁一个一个，今麦拢反背我？我是恁的妈妈呢。你一直讲你是阮妈妈，讲你爱我，啊！不过我说完全拢无感受到妈妈的疼惜甲爱护。像你这款的，我爱不落。子彤，你以前都袂安尼对妈妈讲话，妈妈知影，你的头壳去弄掉，你失去记忆，所以妈妈会原谅你，妈妈袂怪你。宋代清，你个月秘伫咧子生的后壁下指导计划课。你看到我甲子深安尼互相指责，你真欢喜对无？我知影子深是你的心头肉，你甲伊惜命命，所以你爱伊啥拢听你的，因为你认为你所做一切拢是对的。啊，不过伊是人，伊有自由意志，伊毋是你手头的粘土，虽然你要得做是圆还是扁的。你哪会来？宋凌红，你拢已经红火火出来呀，还阁唔知影反省，死性唔改，牛牵到北京是牛啦，莫伫遐转移话题啦。你迄天唔是足有志气的，甲恁查某囝讲，以后伊甲林家完全无关系。啊，结果咧，我一个头都叫恁的查某囝来诱拐我的子孙，我今日叫你来，就是叫你来对质。看你有啥物话头讲，宋凌红，甲你这款人哦，我若是加讲一句，拢是无采我的气力啦。妈，苗阿姨，歹势，我甲丹青交往的代志，应该先甲你讲。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同意恁做伙。恁安尼根本就是先斩后奏，完全无甲我的话听入去。你即马要甲我讲歹势，不如你就直接甲我讲，恁两个要分开啊！另外坐，妈。阿姐，子深，我拜托你，你面对现实好无？宋美华拢甲你洗面洗到安尼，你搁去尿伊要创啥？敢讲你为着宋丹青，你连做人的尊严你都无爱顾啊？是毋？其中我真正怀疑的，你敢是我亲生妈妈？你着看我搁一届不幸，你才怀疑是？你听我讲，叫阿姨来破坏林子深甲宋南青交往，啊！你着准拄煞，你即马搁见小刀手去拍人，无你是凭啥物啊？你根本甲你顶一台恩怨，算你我甲咱这头壳顶。搁一只借口来安抚你家己私心，我若是当重新投胎，我你若是要重新投胎，你是不是要讲，你后世人都无想要搁做我的后生？